小学嘅代课老师又派呢、这个测验嘅试卷，咁咧就派到一张叫做写住林蛋大嘅，咁但系咧叫咗好多次林蛋大，都冇小朋友前嚟攞考卷。于是咧到最后老师就问啦，边位小朋友冇啊，上嚟攞啊？咁咧就只系见到一位好委屈嘅男生嚟到老师面前，就同老师讲：老师，我唔系叫林蛋大。我要坐中鐵。